是怎么？哎哎，魏小姐，你要表演啊？隔壁百货片是长这样子。有一百部片长这样，知道吗？你懂了，可以有再一次机会。没有。你刚刚都不表演，我承受他上去。我等他过来。我可以看啊。哦，可以的。一杯。怎么？哎哎，魏小姐，你要表演啊？隔壁百货片是长这样子。有一百部片长这样，知道吗？你懂了，可以有再一次机会。没有。你刚刚都不表演，我承受他上去。我等他过来。我可以看啊。花木兰。花木兰。你们是从来看偷看那答案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为什么？花木兰啊，骑车，然后呢，不是骑车，骑马，我是马，骑马，这么厉害，厉害。其实它不难，我觉得不难，不难，它也蛮难的，对，嗯，在哪里？开始了，预备。我知道了。好，给答案，3秒钟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。好，请作答。三个傻瓜。你知道这个是？哎，三个傻瓜，我知道。耶！